你好，执行官，也向你问好，塔萨达尔。你们能在如此黑暗的时刻回到家园，我感到非常高兴。一重加强了他们对于进攻的部署。菲尼克斯，不可能！执行官告诉我，你在与一重的战斗中身亡了。你怎么还活生生地站在这里？哈哈，好吧，在我不幸战败之后，我的同胞们找到了我残缺的身体。我现在就生活在这冰冷的龙骑士的机械躯壳里了。老朋友，真希望这一切都没有发生。说什么呢？只要我的精神没有被击倒，失败也没有什么值得羞愧的。况且我还能继续为艾尔效力。先不说这个了，有很多东西还要告诉你们俩。你们已经被艾德瑞斯和最高议会列为叛徒了，他们现在正设法逮捕你们，并处死黑暗圣堂武士 Zeratul。 我不相信他们会做到如此地步。在种族灭绝的危机面前，他们还紧抓着迂腐的教条不放。是的，所以这样他们才更加危险。他们现在就在找你，塔萨达尔。我会跟随你们直到永远，哪怕这样会让我也被视为叛徒。 Ntara Dune， 高贵的 Phoenix。 执行官，看来想要守护家园，就必须保护黑暗圣堂武士，向我们的同胞开战。尽管这令我很痛苦，但最高议会绝不能阻挡我们。执行官，你和叛徒塔萨达尔必须放弃抵抗，向最高议会投降并接受审判。我们会逮捕不法之徒 Zeratul， 并依照卡拉的律法来处理他。逃回你的主人那里去吧， Eldaris， 跟他们一起在黑暗中发抖吧。你的行为会把我们都葬送在异虫手里。我听见了，一个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。我渴望战斗，那是哪个？哪里有需要，执行官？完成。
望战斗，立即行动。
完成。交战。
为爱而战，晶体矿不足。
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。已经在看到我的同胞们自相残杀，虽然我害怕你会毁了我们所有人 Eldaris， 但我愿意向最高议会投降。 Entaria Dun 执行官，不要放弃战斗。圣堂武士塔萨达尔，你的行为已经让你失去了被同胞宽恕的机会。你拒绝依照命令摧毁被感染的人类星球，一而再再而三地质疑最高议会的神圣意志，你还在最黑暗的时刻抛弃了你自己的家园。最令人发指的是，你竟然与黑暗圣堂武士联手，还学会了
将他们的力量与我们自己的力量结合，你有什么可辩解的，部落的圣堂武士？ Artaris， 我愿意接受最高议会的审判，但你要知道，如果让我再选择一次，我肯定还是会这么做。我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我们家园的存续，我抛弃了荣耀，我放弃了地位和立场，我甚至破坏了我们最古老的传统。但你不要以为我会有那么一刻会后悔我的行为。我是个圣堂武士，我曾发誓要保护我们的家园到最后，而这就是我最重要的信条。